圆明馆举办这场左岸姻缘的成果发表，刚好适逢法国国庆日。我在暑假期间已经举办第六年的音乐营，那从上一年开始跟法国举办20年的欧洲同玩之声 Oil Couviers 结合，到今年第二年，很高兴邀请到将近12位的法国老师，以及13位的台湾的师资，一共同的完成这次的营队。那营队里面有许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的学员，那其实我相信在有到现场聆听的观众朋友会觉得欣赏到一场非常多元丰富的一场音乐会。对，那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带给花莲甚至东部更多音乐的养分，把种子种下去，成为我们一个地方的特色。2019巴黎左岸姻缘的音乐会在我们花莲县原住民文化馆的演艺厅盛大举行，由我们来自法国10多位的音乐家、管乐家，带着我们来自全国80多位喜爱管乐的好朋友们在此演奏，做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很感谢我们东华大学艺术学院刘慧芝刘主任，还有我们吕燕辉李老师带领的团队，把这个已经有数年历史的花莲国际管乐的营队还有管乐节办得越来越出色，明年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成果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